卡洛斯啊，21岁啊，是的，很年轻。他的对手孙继明，去年我解说过他的比赛，他打过我是拳王那个比赛，打的这名选手的拳法打得很不错。是的，从身高上还是巴西的这个卡洛斯占优势。是的，哦，孙继明是一个接腿帅哥，在上位。但是呢，对方的这个很牛啊，巴西柔术之乡啊，马占星大腿扣着他的肩部，你看卡洛斯，哦呦，这个小心这个十字固，头先出来，头先出来，这个十字固吗？刚才差一点形成十字固，孙继明然是刚才把头抽出来了，是安全一些，但是现在仍然是很危险，又回到了十字固的一个位置。他头要前要，他大腿要进去，把腿这个脑袋给剔出来，以后就麻烦了，还是非常有十字固的风险。现在巴西的卡洛斯是紧紧的抓着单手啊，想用这个腿部想做一个十字固，也想做，有一可能也是锁肩三角锁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是的，我们看到卡洛斯啊是腿长脚长，然后他做动作，孙继明在右前在做，看准了，想和齐正上他的上步。卡洛斯再次的施展地面锁技，锁技啊，刚才他借用了这个台边的一个网子蹬了一下，仍然是有可能。随时有可能锁住这个孙继明，是的，是的，冲脱出来吧。现在这个到底是怎么样，很难说啊。是孙继明的战力击打很好，是的，他的拳法打得很不错。小心，对方这到这个位置把他拉平了，这个胳膊拽直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卡洛斯拿到了孙继明的后背，这个位置孙继明非常的危险。想发，哦，他在锁臂。这时候孙继明相对来说比较被动了，哦，这一下要锁住了，他那只手要抽逃不出来，看看怎么弄。卡洛斯真是非常的聪明，他看来是真是来了霸气啊，真是练是的，非常有经验啊。对，好。现在是卡洛斯做了一个身体的三角锁，而且他这腿长胳膊长啊，是的，拿背了这个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只要是腿收紧了之后，孙继明的腹部啊受到很大的压迫，他的呼吸和体能都会受到影响。这个姿势对他拿背的话很不利，为什么？他光不是光拿背，他用他这个长腿已经把对方的腰死死的给锁住了。是的，上肢呢又可以做击打，是的，又可以做那个裸脚，小心了。孙继明现在是应该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逃脱，他现在是死死的抓住了。假如再站立了，想法不要跟着对方走地面喽。卡洛斯完全准备，好，裸脚的嘛，成旗，哦，要做一个手臂三角锁，有可能，推他的膝盖，果然是手臂三角锁。现在是卡洛斯啊，是企图是到孙继明的侧面，如果到了侧面之后，他就可以完全锁。哎呀，孙继明紧紧的抓住他的脚，不让他到侧面，牙齿咬紧。但是这个位置的时候呢，其实卡洛斯可以考虑做几个砸击。孙继明紧紧的，这个位置头顶，他想逃脱还不容易，对孙继明很不利。这个卡洛斯啊，21岁，很年轻，他的身高与87啊，比对方高7公分，很占优势，身高很占优势，腿也长，是所以刚才拿腿做大腰的时候，扣的锁扣的多紧啊，是这样。现在做地面锤击，一转身逃脱的时候，他用双腿扣着你的整个大躯干，又拿可以又再做击打，那么好又可以做裸脚，是的，再次的拿到了后背，孙继明非常的被动。我们现在比赛还剩下1分钟。孙继明他是站立式打的比较不错，因为我看他小伙子这个拳法打得很不错，击倒率还很高，但这也是使不出来喽。是的，现在卡洛斯开始做地面砸拳。转身呢，你要是盲目的转身起立，又忘了自己的颈部防守，又可能要被对方做了一些擒技动作。卡洛斯非常的冷静，他在连续的砸拳之后啊，孙继明一准备逃跑，他马上停止砸拳，保持自己的身体的控制。拉平，再次的砸击，这几分钟啊，可以说对这个孙继平这是一个考验。
背给人家喽，背给人，同时的进步给人家喽。啊，抢发头够，罗强，罗强，还有吗？啊，拍了，太可惜了，还差几秒就到，时间到了。结果呢，孙继明，还有两三秒的时间，第一回合比赛就结束了。这个孙继明应该听到这个提示音了，应该再咬咬牙呀。降服获胜，蓝方胜 ，The winner from the blue corner。Quero continuar lutando, vou voltar para academia, treinar mais, para na próxima estar melhor ainda e ganhar de novo. É, eu quero agradecer o Léo Elias por me treinar na parte em pé e a PhuketTopTeam por todo o suporte que eles estão me dando.